Eso.弓不要歪掉，尤其在这边开始歪掉，然后咪拉发咪节奏错了，再一次咪拉发咪，西西拉瑞发。一点的发，弓不要歪掉。没有，要连起来，咪发发啦，你可以咪发连起来，那个发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一定要一个连起来。啦啦发比较慢，啦啦发瑞咪，弓右前方，多一点的弓，右前方，啦啦瑞上弓，你的瑞太低了，给我调音。我觉得弓有点小。你不用讲这种话，你弓估计拉不够，你还说有点小啊？洗刷存在感哦。再一次，因为弓拉的不够，还敢跟我说弓有点小了？而且弓不要歪，右前方。所有的话，尽量把每根弓拉满才行。你看，你都没有啊，你这样还说什么弓有点小？给我，我们还很快速的拉完全弓哎、欸，什么叫弓有点小？全攻，全攻，你能不能做得到？你没做，做不到啊！那弓有点小，哦，小。发咪比较慢嘛，右前方，右前方，你看你会你的琴会越转越过去啊，对不对？右前方这边不要动。要有一个连起来，我不是讲过吗？你可以咪发发啦，可以连起来，一定要有一个连起来，这样功法才是正确的。咪发发啦，来，弓不要歪，右前方右没有右前方，洗发一定要右前方，声音才是对的。
瑞咪，每次都慢。好，下一首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龙不要歪，右前方。右前方。右前方，公主，请转过来。不够哎，比赛曲不用看了。右前方，右前方，重来，重来。弓不要倒下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弓不要这样子，所以你的所有的弓都感觉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右前方再一次，你这个拉法你没有想右前方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想要往右前方拉，再一次。不要太靠近琴桥拉，而且你的琴不要是转过去，越拉越转过去，继续下去。右前方，我不是说往上播吗？